全军出击。哦，那边武器是自己从警察局拿的啊，原来如此。直接炸他。技能，这学了个炸，这学了个炸一击，我们可没啥用啊！他人恐惧的黑暗，我注视着一切。战争才会带来。你来跟他互点吧。先升级啊！掏回来 ，A 接炸！哎呦我操，这小黄毛子！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。但这比我想象的更令我震撼。你咋不闪现点他呢？你给我加个血呀！对，你给我加个血。哎呦，掏回来 W 炸！哎，我的 E 为啥没中啊？是没中吗？刚才那个 E？能不能点死你了？可以，那快走吧。哎，你还不如跟他换了呢。我说实话，哎，卡特来了。女帝呀、啊！哎呦我女帝这兵补的，没减速了。你早点往我这边走，一我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死的都这么。生在贵族之家，我想明白这个晕是怎么晕到我的。哎，这个晕凭什么晕到我呀？我的人往这个位置站，这波我往下面走位，我掏到他，凭什么晕到我？
赶紧往下走一波的皇子啊，先来一波。我杀了，这什么一抠啊！把我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，我就会告诉你。我给你再推一波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波推没问题。他俩吃不着，而且我能多吃一波兵。回家了。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到的东西。先来个恶魔法典。闪现平雷，往下走了。像他们俩这种英雄，我们定到基本上就是硬打应该都能打得过。但我们家的塞纳的补刀属实是不太行，这个小黄毛比我们家塞纳会玩。他妈跟他们耗着呢，这不行。我见到。这小黄毛真啥也不怕呀，我怎么死的？没啥配合的塞纳，我掏到都打不死人，而且还能让人反打一套，就基本上我每次掏着他能反打我。我们俩他先掏他能反打我们，你说这人行不行，厉不厉害？这个装的，这给你装的，还塔架打人的呀？有跳弹吗？我有皮海，你有吗？掏不到啊！算了。他们畏惧着我，我觉得我应该感到欣慰。炸他一下！哎，这泽拉斯行吗？我们每个人心底都被重重迷雾包围。这么不怕死吗？来，哎呦我操，给你狠的，对，你就一直在那原地回城啊，我真是了。死到了，红呢？回家。当明日的时刻，却是人间圣境。如果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，以死代价，我将上路零杠五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家有卡特。只要吸血鬼别把卡特杀得太猛了就没事儿。超级大手大平雷
平呢？放高达 W 七放。掏回来，吃平 A， 平 A 接放，没事，他应该打不死我。这小黄毛二杠四打的跟个四十杠二的似的，你们发现没？千万不能让他拿到人头啊！就这种小黄毛。谢谢剑银桥的飞机，感谢剑银桥的飞机啊、哦！帝国照在乌鸦翅膀的阴影之下。2065。相知我们不了解的事物，我把药卖了。包回来，你别急啊，泽拉斯，下一个就是你，用不着你骚。怕啥呀？继续呀、啊！哎呀，这闪现闪的不好啊！哪来个鲁鲁？这闪现没什么用，闪吃吧了。看看这把出个什么血哦！来个水银海吧，美甲窃魂卷钱不够啊。让我白撞。挺能装的吗？一直 A 呀、啊，回头啊！真能装，真的，一直回头点我，点我，我都不知道他点啥。打过不？你点他，打不过就算了。这弩弩是 AP 的，嗯，还尿不尿了呢？来个美甲窃魂卷。
黄纸红没了吧，让没人给拿了。黑中可以老能走位了，这小黄毛走位特别好，一顿走位。我的话语比我亲手杀的人可不多，越多回家出秒表。我们得赶紧出个沙漏，这维音要不然管不住了，这维音一定得管维音，这打团出个鬼叔，出个沙漏，来个猫子就完事。别忘了我们正处于战争时代，扫一下看有没有眼，都是不自量力。有眼，硝烟散尽，他的圣维音可以杀，上来抓维音，快快快！来来，跳的！你着什么急呢？我纳了个闷儿了，你说？我操！我怎么死的？我是真是服了，我是真，我都不知道要干嘛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不等我呀？我不是金身，那努努一个炸炸了我800多，我不知道他能炸我那么多血。哎呀，操了，这没人本来能杀，瞎鸡巴玩。让人二打四了。咋那么生气呢？我操！死亡的预言就是死亡。快来呀！强大，这理由还不够吗？
950。出点眼儿，有点贡献，行不行？能不能加点贡献？你别让我在这出眼儿了，那都0-8了，还在那出装备。稍微有点贡献，行不行？向着阴影轻声诉说的秘密，最后都会传到的。如果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结果，出点针眼儿多擦一擦，还能算是有点用。走波家，我推波中。他们在寒风中无畏的争吵，任由守卫为争取的得到所生产。我在冥想时会杀人，我闭上眼睛。出重伤，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，没人到了。但这比我向他们证明我的正确可残忍太多了。开大音量。出个重伤，没有重伤，他这吸血。玩个鱿鱼能打不过超级兵吗，兄弟？眼儿卖了不行，没视野了。这怎么直接能开龙呢？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努努混血球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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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了。我们只能收野怪了，这眼石卖不了，眼石卖了没有视野就彻底就完了。这些小兵吃就当吃经验吧。版图的轮廓必须由士兵的心血构成。快点守家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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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地掉了，快快快快快 ！ADC 跟我过来，来，把吊弹给他们打了。为人17级，我的个弟！上路守一下。我听上去那么不急，我深深的明白，决定更加后悔。杀吧，
生在贵族之家，而我成了一名战士。买个鬼书回家，差300，差点钱啊、哦。闪现不留给维因，算了吧，能杀就杀吧。我拿个蓝，把我犯下的罪过告诉你，生命的代价是死。别打别人了，总体亏经济，不是。你像这种兵线，你不收能行吗？你像那种超级兵，那兵收肯定得收了。我没怎么打兵，这不都给他们补的吗？有的那兵他妈收不着，你不得把兵线清出去吗？我靠，死的有点快。哎，没死啊！哎呦啊，这卡特琳呐！回来，炸死维恩！我怎么死的呀？别死了，剩个小黄毛，剩个 EZ 啊！把辅助装卖了，吃兵不行，那没有视野玩不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像这种劣势角一定不能没视野，没有视野肯定玩不了。哎，我是被谁打死的？刚才我不被人打死的吗？人生事实一般都没这么简单。不是有个眼石装备吗？你说这个呀，哪去了？你说这个呀，这个是真眼石，就是可征服的。这不一样。小心努努。不行，那上路兵线不能不那啥，守上路兵线就行。永远不要跟恶魔讨价还价。没掏回来，打不了。炸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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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 A， 掏街炸，还行，没人死。没死，别扛了呀！小龙，你超越了我的气运，我们每个人，我去打小龙试试吧。
应该能打过。你这个血量下降的话，应该能打过。哎呀！壮壮的走在我前面，差一件装了怎么办？我差个猫子。哎呦我操！权衡之后的帽子。我怎么死的？完了！哎呀，我死了就完了，整个维恩打不死啊！怎么一下就死了？一瞬间就死了。